撰文，是女皇坚婷，纽西兰人，自称 KIWI， 是一次国鸟奇异鸟。基本上这个面积比台湾大上六倍，但人口却只有台湾五分之一的漂亮岛国，并不排外，因此在饮食文化上也融合了当地毛利、欧洲、太平洋岛屿及亚洲各地特色。不少外国游客会选择当地知名餐厅作为尝试纽西兰美食的第一步，位于陶朗加特 Long of the Mount Bistro 便是老饕们极力推荐的口袋名单之一。由主厨 Steph Henbarry 掌标的 Mountbistro 是纽西兰当地最受欢迎 Top 50的餐厅之一，11年来不但屡获各大奖项，其精心设计的奇异果创意料理既取行于西方料理精神，也并入东方食材，以及印尼文化中特有的无国界风味，新近研发的菜单像是奇异果佐辣熏鲑鱼慕斯甜筒、扇贝佐奇异果料理沙沙酱呀、麻子脆片、素肥羊里脊、佐奇异果养生沙拉、双色奇异果佐坚果慕斯派等，都令人齿颊留香。厨艺精湛的 Steph Henbarry 再次让火锅展演一场华丽无比的无感飨宴。Mount Bistro 主厨 Steph Henbarry 的创意奇异果料理，深爱当地老饕赞赏。黄建廷社创意奇异果料理，奇异果佐辣熏鲑鱼慕斯甜筒。黄建廷社。